主料，田螺肉500克，辅料，紫苏叶3克，姜3克，辣椒3克，韭菜5克，蒜3克，油50克，盐一勺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把田螺尾敲掉，洗干净后晾干水，将田螺放入锅中，用中火炒一下，放些盐，这样多余的水分就可以煸出来。把油倒入锅，放辣椒煎蒜爆香，再倒入螺肉，反复翻炒，放盐，快起锅时放入紫苏叶、韭花翻炒2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在螺肉处理干净后，要烧开小半锅水，将螺肉倒入过一下水的时间，千万不要太长，太长时间螺肉会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